大家好，你好，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呢，叫做僵尸游戏。谁的僵尸？我，又是他输了。他是，我真的没有。啊，好香！来，亚轩，你带这个吧。他带就带吧。不是，他不是我没他水，他是真的是，他是真的是。我真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来，你们哪一个人把他引到中间去？我擦一下。我发誓，我要是喷了香水，我叫我们家三哥。真的你。是谁？是谁？赫尔的赫尔，牵着我的是谁？赫尔，我没有看他，就是有好多你啊，妈，小马，他都看不见。小马哥，这是谁？小马哥，撤。我算输。然后这样是强哥，小马哥手没那么嫩。开始计时，三分钟。张志远，
命运。张主任，我一直推你怎么能猜出来啊？推那么粗。等一下，我是这样的，五个加五个，再加一分钟，三二一，分开啊！我们怎么分的？往前面走。不是，先往最前面走啊！往前面走。没有哎，没有哎，是谁？他们去哪？我们得站一排。这是谁？我。没有人吗？我感觉他们眼睛都没有。哎，我看看。我肯定藏在某个地方。躲起来啊！哎，我这说。还有20秒。哎，有人，我踢到了。下面吗？对，下面。哎，喂，谁？蓝杰，哎，蓝杰，我听到他了。你不是不想比赛吗？我来。谁过来一下？在哪儿？这儿。好了。谁？蓝杰，我咬了一口石头。哎呀。咬到了吗？咬到了。五。我又在沙发上了。哎呀，我。3、2、1，去。干嘛？干嘛？好的，那么我们本局比赛的那个游戏王呢，就是我们的浩翔。浩翔，交流一下你的获奖感觉怎么样？安静就好，就是大家就找不到你了。啊，好，哇，说得好，感觉他在嫉妒这里的兄弟们感觉。那再来一把吧，浩翔当那个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真的吗？对，让他一直刷吧。漂亮。3、2、1，咬到就
就不能动了。安静。哎，谁的声音啊？我。有声音了吗？安静。我不知道谁在提到我。哪家鞋发出声音了？刚刚谁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回放一遍。3、2、1，走起。他那香水味哦，先推先推了一下吧，没有。往那边走了，往后面啊，我站到后边了，站后面后边了。哇，没有声音啊。哦，过来，我咬了啊，是谁？哪个吗？我咬了，这里我已经咬了。这边有人，这是谁啊？皮带，没皮带，没皮带，好的。5、4、3、2、1，走起。啥呀？安静。哦，我。是谁呀？我。你谁？先咬。啊。哎，这有论子。咬了，第二。还没咬。我记得柜子那儿，放在吃饭的那儿。还有30秒。我觉得好像这个劲儿差。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碰到人了。啊！怎么样？上面有人。5、4、3。看看狗狗一定要找着。我看手上号码。还有10秒。找到了。这是谁的桌子呀？来来来，桌子下吗？摸到了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非常奇怪又又幼稚的游戏已经结束了。还废袜子？还废袜子？袜子？袜子我也没有。洗了，真的洗了。啊，虽然。这是个游戏，然后其实是为了锻炼，它是为了练习某种特殊技能。对，练习我们的胜负，练习我们的第六感，练习我们的预判能力。所以说，跳舞的时候就不容易中了。跳舞的时候，大家都能通过听觉，通过自己的第六感，得知自己的队友在哪个方位，然后我们就不会撞到他身上。对，这个是有用处的。好，秀，是否能不练跳舞？对。